哎，就看到哎，那个里面浓烟哦，所以它以前它叫什么烟岛哦，以前其实不叫火地岛，以前在这一个哦，我们这一个十六世纪的时候，麦哲伦的时期，十六世纪初的时候呢，其实叫烟岛、烟雾岛，可是呢，是到之后后人觉得，你有怎么可能会有烟而已？你有烟一定是有什么？一定是有火才会导致有烟，所以后人才慢慢的把它改成叫做这个火地岛哦，叫做火地岛。那乌须花亚这个城市，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称号，什么称号？世界最难的城市，哦，世界最难的城市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一趟去到这个区块呢，来到这一个世界最难的城市乌须花亚这一个地方呢，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有意义的事。好，明天呢，我大概呢，哦，不会走得远，我大概就是小小的带你们就走去后面，然后绕过去这个有一个。这一个所谓的邮局，然后再绕下来到码头。那么愿意想要跟我走再远的，我们可以再往前面这一路继续走哦，西南方的地方继续走。西南方的地方继续走，会有一个什么？会有一个这一个我们来到阿根廷一定会提到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，是阿根廷跟谁的战争呢？英国。对，跟英国哦，跟英国就是福克兰群岛的一个战争。哦，那它的这一个地方会有一个纪念的广场。